提问题学数学，那北一女科学班这道题，它给了一个什么？倾斜的正方形。然后呢，它现在给了这个 P 跟 Q 两个讯息，我们先把它连起来。那这边呢，如果你善用哈一些观察，这题的计算可以比较简单。这里的长度是二，那这里呢长度也是二。我们知道什么？这两个三角形，都是全等，因为有什么？有边，这边也是边，这边也是直角。那接着呢，你要再善用这个根号三跟一。这里呢，你如果把它做个这个什么？这个高下来。哎呀，这个就是二比一比根号三，这里是30度，然后这边也是30，这边也是30，因为这两个相等，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呢，这里又是一个30、60、90。好，那这边斜边是二，那这里呢对应的长度是一，这里的长度就是根号三，因此面积就会是三。好，所以善用小观察，利用30、60、90，就可以快速解出这道题。